ST Line 的前后空力套件、水箱护罩，然后车头整体的前脸的编排，年轻一点族群应该会喜欢这个设定。ST Line 对，就车体的刚性啊，其实除了操控之外，有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就是车身。更多精彩内容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